裙，弹力无限大 ，SML、XL 都可以穿。这个紫色超漂亮，我先撩起来给大家看，它是饱和的紫色底配上白黄小花，太美了。好，而且呢，我觉得这不太需要整烫，你只要把它吊起来就可以了。它是全满版的小碎花。好，再来呢，里面呢有做内里，所以呢你的内着也不用特别的换什么深啊浅啊，完全不必哦。好，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有多飘逸。好，它是算是雪纺材质，绵密的雪纺，然后有做两层的蛋糕而已。你想要休闲一点的话，你可以自己再搭上一个牛仔背心或者是衬衫类的，我觉得都 OK 哦。我觉得这个蓝真的超漂亮，然后一样都是人人可驾驭款，而且我觉得这两个颜色它都是没有内着的问题之外，它很显瘦。其实大家应该都蛮有经验，买一些蛋糕裙啊、花裙啊、蓬裙啊、伞裙啊，都是比较这样散的。可是你会发现院家的裙子都有一个特色，因为我本人啊很讨厌这种胖胖的感觉，所以你会发现我们家的裙子都是瘦瘦的。